嗨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玩的一个挑战，就是看谁先喝完这个 1.5 零的水。不过女孩子的身材比较小，所以他们就喝三分之二的，他们倒到三分之一啊。OK， 所以喝输的人呢要被一粒鸡蛋打在头上面，就这样子过了。嚯！杨生。OK 啊。杨生。来开始，来没有商业，来商业，来三，耶，开始。怎么都得不笑，我讨厌笑。哎，到底是不是？你看他有哪边？这个 slow mo， 这个 slow mo， slow mo， OK slow mo。
你给他炸好吧。你什么事？他不要头啊！啃啃，这个老爹面包变成了。哎，你什么事？你要吃。当破去？为什么当破去？谁做给你当破去的？喝他的水包你。